喂喂，边个啊？喂喂，边个嚟噶？我已经好忙噶啦，唔好再玩我啦。唔好做咁嘢啦，份报告听朝早九点钟摆喺我台面。做埋份嘢，听日下昼咪同你做 appraisal 咯。我睇好你嘅。老板走咗啦，我哋都走啦。终于收工，做咗十几个钟，翻埋听日就放假啦。阿爹，你慢慢啦。唔好等啦，祈祷啦，阿师你祈，又系我，快啲啦，咁各自祈啦，感谢主，阿门。阿 Ben 嚟唔到，真唔到嘅，咦？是的，我都聲不到，是不是你家的 WiFi 壞了啊？我家都沒有 WiFi 的，不如試一下聲字吧。咦，都是不得的，不如試一下聲相。三隻嘢啊，又话祈祷交通会，根本就肥牛交通会，净系挂住食。我咧喺度做餐死，都冇人理。电话公司收到过万宗投诉，祈祷 icon 全球失效，用户一经使用祈祷 icon， 将导致文字信息传递失效。吓、啊？咁 Facebook 咧？杀叔，感动绝望。喂，试下祈祷 icon， 都系唔得喎。咦？我 like 到喎。我都拉到了，喂，快啲人拉啦！系喎，仲赞好，够啦！哇，神啊，点解你都唔理我啊？晚上十时，一名年约30岁的中国籍男子在观塘码头堕海失踪，现时仍未寻获。喂，打去公司用手机电话都冇人听喎。啊，佢会唔会出咗事啊？咦，真系 unlock 唔到喎。诶，咁不如出去找佢啦。醒啦，肚饿噶啦。条鱼先啦，好啊，唔该晒。咦，点解咁多信嘅？唉，冇嘢嘅，得个信封嘅咋？吓、啊，信封，信封都寄俾你？知啊，可能啊，我嚟俾我做废纸回收啦。废纸回收，其实呢啲信。我啲仔女寄俾我，吓？你仔女寄俾你？你仔女咁对你嘅？唉，
以前他们都会写下信跟我讲下心事，礼拜日又会来跟我见下面。现在如果不是死人冧楼啊，都不会来找我啊。你这么说，我都好耐冇同阿爸倾偈啦。忙到死下死下嘅时候，我都唔想揾佢，仲成日埋怨神。点解我咁忙啊？佢都唔理我啊！讲真啦，我都真系几衰。或者你阿爸都挂住你，等紧你电话咧。电话？系。咪住咪住。哎，那個祈禱 icon 失效啫，但我們可以一起祈禱的嘛。是喔、哦、那就不快點祈。天父啊，我們以前很不認真祈禱，我們現在知錯的了。喂，你有急件喔、喂，爸爸，我今晚要 OT 啊，我夜啲翻噶啦。哦，有汤饮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我翻嚟饮汤啊。咁你早啲瞓咯，拜拜。爸爸，我走啦，得闲写信俾你啊。咦，阿爸呢？去边啊？天父啊，阿丁依家去有啊好大嘅危险，我哋一阵间就会落水揾阿丁噶啦。天父啊，我哋生命主权喺你手，我哋条命就交俾你噶啦。奉主耶稣名求。阿门。喂喂喂，我喺度啊！台執笠，我失業啊！知我知，唔緊要啦，我請你。真噶？你真係請我噶？又幫我讀信啦。但有冇糧出先？